孙宇文，臣在。军机处应该有定见了。回皇上，臣以为不妨示之以威而避之以战。如果日方咄咄逼人，不许你避呢？日本小国资源有限，只要我严阵以待，让彼无懈可击，无机可乘，对方就会偃旗息鼓，知难而退。十年前马伟败给法国，就因手鼠两端，举棋不定。军机处说的有道理。李鸿章负责军事，调集重兵，急速赴朝。臣遵旨。中堂，中堂，这样总可以面面俱到，游刃有余了吧？我只怕善始难以善终啊。这是皇太后的意思。我应该想到了。两句话，一是朝鲜不能丢，二是仗最好不要打，打则必胜，而且速战速决。今天5月20，满打满算5个月的时间都不到了。中堂要想周全。贵大臣好。李大人久等了，这是我国政府之贵方的召会，请转交王公使。我很忙，不奉陪了。哎，大臣阁下，关于我国总理衙门的提案都有了。日本政府对于贵国提出的召会完全无法接受，对于朝鲜时局意见也完全不同。朝鲜之内乱表面平定，实则危机根源未除。日本和朝鲜一海之隔，一纬可通，疆土接近，休戚相关，负起邻国责任，也出于日本自身安全，帝国政府不能接受撤兵的任何意见。诡辩无耻。即使贵国另持所见，帝国政府亦绝无改变，这就是说不惜一战了。若再想试试威就能得胜还朝，只是一厢情愿了。中堂，崖山兵力单薄，应快派援兵。伊藤博文不会不顾国际舆论一意孤行吧？当年我在马尾也迷信国际舆论，总觉得法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结果坐失战机，不堪回首啊。如今世界成者王侯，败者寇，不管东洋西洋都只承认结果的。说得不错，成者王侯，败者寇，国外这样，国内也这样。国内，老夫今年71岁，洋务是我，外务是我，陆军是我，海军也是我。出来进去，谁不叫我一声李中堂、李伯爷？连皇上、皇太后也得要赏我3分情面。为什么？不知多少人在想我的位置，哪怕是一星半点儿啊。说穿了，尽人皆知，我手里头有兵。我的兵不是什么八旗绿营啊，都是千锤百炼，我的心血铸就，谁也夺不去，谁也奈何不得。朝廷防我，又不得不用。我也就是替他们看家护院，我就是替他们和气生财的。这样老而不死的傻家伙
里去找？中堂未免过于颓唐了。我不颓唐，我还有很多事未了要做成。可是得有一个前提呀，我得坐在这把椅子上，否则什么都是空话。回中堂，朝廷急电。方志，是上谕。知道。我还没有说完。打仗，打的是什么？打的是银子，打的是国力啊！大清的银子都花在什么地方啊？大清还有多少国力可打？一旦北洋兵败，我敢说，日本人不算，北京城里，朝堂之上会有多少人拍手称快呀？他们不会说是大清被打败了，他们会说呀，东洋人替他们打败了我李鸿章。中堂，还是上谕。放下，先看看上谕吧。无非是催促我出兵，一道比一道更严厉罢了。你要看就看。如何？正如中堂所料。哎，给我倒杯酒来。挑几点最厉害的话，我好下酒。我叫厨房备些酒菜吧。不，念上谕，不要辜负了翁师傅的好文章。日内，朕已连下三道谕旨，则令汝即刻出兵援朝。孰料竟推诿一再，事成何心？嗯，换几对更厉害的。连日朝臣迭奏，主战众口一词，文廷式等翰林三十五人联名参奏曰：国贼不除，外敌不胜，并请念下去，我正听得过瘾。算了，何必呢？念，并请斩按兵不动、拥兵自重者，以警后人。选好后人没有啊？啊！这样的好题目，却做不出洋洋洒洒的好文章来呀、啊！哼，本来呀、啊，换了你呀、啊，要比他们痛快淋漓的多。你和张之洞是后继无人了。再给我来一杯。
皇娘。皇上别急。额娘，儿臣有要紧的事情。额娘刚才求菩萨，求的就是你要紧的事。皇额娘，李鸿章太不像话了。怎么了？儿臣连下三道谕旨，催他即刻发兵陈平朝鲜，可他到现在也没有一点动静。儿臣想革他的职。革他？那对天下总得有个交代吧？什么罪名？按兵不动，抗旨不遵，还有做官成败，居心叵测。要是李鸿章不认罪呢？不认罪？那朕就请出尚方宝剑杀了他。额娘，你笑什么？儿臣的话很可笑吗？当皇上当了20年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大清根本就没有尚方宝剑？你是听古词听来的，还是闲书里看来的？没有尚方宝剑，可有鄂炳龙刀，一样可以杀大臣呢。就说尚方宝剑干什么用的？先斩后奏是给那些领兵的大臣们用的，皇上自个儿有用尚方宝剑的吗？你是诚心逗我一乐吧？皇额娘，儿臣心急如火呀。当着菩萨的面儿，你不应该起这个心。李鸿章没有动静，想必有他的难处，你应该派个人去当面跟他说说，他不会不给你面子的。怎么说，你也是皇上。李鸿章已经决定向朝鲜增派兵力8000到10000人，北洋水师接到了紧急动员令，进入一级战备。可靠吗？参谋部刚刚接到了来自天津的情报，请过目。假的？很有可能。肯定是假的，仅仅为了他们皇太后的生日，李鸿章是不会做这样的决定的。这个消息只不过是为我们自己增兵找一个理由。可是电报是真的。电报是天津发的，可电报稿是东京写的，不会是你写的吧？请原谅，不过总理大臣正好需要他。向报界公布，一封谎报军情的电报给狂热的日本民众火上浇油，议会反对党不再反对，战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隆隆推进了。你说谁到了？南澳镇总兵刘永福是奉旨进京给皇上贺寿，途经天津的。中堂，刘永福是第一次北上，倒该借此一会。直到和他提起中堂现住天津，最好来拜会。他答应了吗？他只是催我准备进京的车马。他不见我。佩伦，你去见见他吧。是，直到马上去安排。嗯。将士们辛苦了，感谢张大人陪我来大沽口炮台领略克虏伯大炮的风采。来呀，快给刘将军一一介绍。刘将军请。这克虏伯大炮系德国造，重50吨，全长13965毫米，口径280米，膛线84条，方向射线360度，射程16000米。刘将军初见克虏伯大炮，却如老相识般知根知底，足见将军对军事和技术掌握之深之细之广，
看来大败法军的黑旗军将领名不虚传啊。我还知道，光绪十年，法国远征舰队在古巴的率领下袭击我们福建水师，退出马江，进入闽江口时，遭到我唐门金牌山炮台四门210米口径克鲁伯大炮的攻击，炮台守将杨金宝指挥开炮，炮弹正中旗舰，司令古巴受伤。没想到将军对这些陈年旧事清清楚楚啊。张大人见笑，其实当时张大人也在福建帮办军务，有谁比张大人更清楚呢？痛心疾首，我就是始终弄不清楚啊，福建水师11艘炮船怎么就会变成死靶了，不到半个时辰便被一一击沉，那是何等惨烈的一幕。如果将军不提，鄙人这一生都会将其揽在肚子里。张某不才，但对法军军舰进入马尾港图谋不轨也有所察觉，情况当初危急之时，鄙人也再三请求想利用掌朝先发制人，但太后意旨不准，错失良机。什么狗屁意志，700将士白白命断马江，炮船运输船27艘无一幸免，左宗棠、沈葆桢二位大人苦心经营了20年的福建水师毁于一旦啊。更糟的是，南部沿海有海无防，台湾更孤悬海外，这不仅使法国的野心膨胀，也助长了日本的狼子野心，大清疆土难保矣。我中华40000000黎民百姓赖以生存的大好河山，是历朝历代列祖列宗延续至今的，丧失疆土哪怕方寸，在任何一朝一代都是千古罪人的。刘将军所言极是，即便朝廷圣上也未尝不想啊。那就该把银子用在该用的地方，强化海防，强军御敌，况军心可用，民心可用，若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，守土有望，强国也有望。刘将军不愧为百战之将，不同凡响，佩伦钦佩之极，特意备下接风酒，还要多多请教。酒我就不喝了，我想看过炮台，马上就进京。不肯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吗？张大人见谅，就此告辞。程良，我们走。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啊，风风火火把人召来，来了又不见，这皇上也没个准谱。程良，你要是待得烦就出去走走看看热闹，这京城你也是第一次来，什么西单、东四、鼓楼前听说都是很热闹的地方。阿爸，你怎么不去转一转？大人，进来。大人，有人找。找我？没错，说是您的朋友。不会啊，我在京城一个熟人也没有啊。好，请进来吧。是你们二位找我？阁下就是纪明提督、现任南澳镇的总兵刘永福将军吗？是我。您是？刘永福，接驾。皇上。哦，不用谢大礼了。阿爸，快把官服换上。哦，免了免了。朕听说你到北京了，军机处把你毕竟安排得很靠后，朕等不及了，就和翁师傅来看看你。当年你在越南抗法，那几道嘉奖黑旗军的上谕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嗯，
那还是翁师傅你的稿吗？哎，他是谁啊？哦，犬子乘凉，到外边候着去。是，咱们的事别忘了。下去。刘永福，你有什么要跟朕说的，尽管面奏。谢皇上。当前国家可能要有大事，朕还要多多借重你的黑旗劲旅啊。皇上这句话要是再晚说几天，黑旗军恐怕就只剩下一面黑旗了。什么？你从越南带回来的老兵还剩多少？3000人。300。别人呢？剩下的人都哪儿去了？无粮无饷，历年裁撤，南澳地方又小，弟兄们衣食无着，只好自谋出路了。翁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不必问了，军机处每次裁兵刀都要砍到黑旗军。能打仗的要裁，那些酒囊饭袋却要用白花花的银子养着，什么道理？翁师傅，明天朕就下旨，你回到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微臣谢恩，黑旗军的窘境也要解其燃眉了。朕知道了。刘永福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臣是奉旨来为皇上庆寿的，今天已得见天爷，能不能让微臣提前回南澳？可以，等朕的旨意就可以回去了。谢皇上。记名提督南澳镇总兵刘永福，忠勇文士，治军有方，特赏穿黄马褂，并赏3代一品封典，钦此。阿宝，那别的呢？咱们的粮饷呢？军械呢？什么都没提，就一件黄马褂。来回上万里路，就给了这么个结果。程良，收拾东西回南澳。李鸿章阳奉阴违，难道就没有人管得了他吗？你们军机处到底怕他什么？今天就派人去天津催他出兵。孙宇文，臣在。你们谁去？回皇上，容臣等退下去商议人选，再向皇上复旨。回皇上，臣翁同和愿往。日本小国包藏祸心，悍然进兵，变本加厉，如不迎头痛脚，宣示天威，大清何以立国，朕将何以立朝。直隶总督李鸿章受恩最重，倚仗最深，不宜一再拖延观望，坐看倭人嚣张气焰，着即传旨申斥，钦此。万万岁。清光绪20年7月23日，急于寻找和清国开战的借口，日本军队终于等得不耐烦了。他们冲进景福宫，劫持了朝鲜国王，迅速成立了以大院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。大人，日本人。不许伤了袁大人。竟是袁大人受惊了。你是日本参谋本部中佐井上四郎，特来护送你袁大人出城。你这个卑鄙的间谍。请。大同镇总兵
魏如归，标下塞，率领圣军马步六营，搭乘图南、海燕、镇东、拱北四川，经海道至鸭绿江口、大东沟登陆，进驻朝鲜益州。得令。太原镇总兵马玉坤，标下塞，率领义军2000人，搭乘土骥、西域、丰顺等船，自大沽口上船，登陆后十余人平壤，归叶志超节制。得令。纪明总兵姜自康，标下塞，率领任字营、北唐防兵一二营，乘高成号上船，开往朝鲜崖山。得令。水师提督丁汝昌，标下塞，速派纪元、广乙等舰一路护航。得令。列祖列宗，在天之灵，保佑子孙旗开得胜，保佑大清扬威雪耻。海上游击队司令平井恒三报告，发现清国军舰2艘，商船1条。说具体一点。他们是北洋海军的纪远号、广东海军的广仪号和英国商船高升号。浪速号、邱金洲号跟随吉野击沉他们，包括高升号。高升号是商船，也击沉吗？高升号上装满了增援崖山的士兵，我们同样不能放过。司令官阁下，帝国还没有正式宣战。政治家用嘴宣战，军人用大炮宣战。是。清光绪20年7月25日，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，以强大的火力击沉了广乙兵舰和高升号商船，船上1300名士兵牺牲。纪远舰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，仓皇逃跑，甲午战争的序幕从此拉开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赐座赏戏。谢主隆恩。中堂，拿起来了。是啊。胜负呢？发山可真。今天是皇上的万寿，总得唱唱喜歌啊，报喜不能报忧啊。1000多人冤沉海底，你怎么让我报喜啊？就说互有胜负，或者小事锋芒。中堂，实话可以说，就是不能今天说，就是丧事也得按喜事办。回皇上，李中堂到了，特来为皇上贺寿。他总领容积怎么离得开天津啊？不是恩准不让他来了？哎，必是出战告捷，让皇上高兴吧。宁寿恭候见。这
李鸿章，向皇上敬献如意，祝天子万年。李中堂平身。谢皇上。赐座。你们都赐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朕听说打了胜仗了。情形还不十分清楚。哪里不清楚？胜了败了还不清楚吗？李中堂的意思是战果尚未完全查清，难免挂一漏万。哎，只要胜了就好，可以挫敌锐气，掌握威风啊。这么说是日本不宣而战了？正是不宣而战，偷袭我北洋海军。是对方开的第一炮？我军严守，信非自我开，本于必战，奈何敌舰逼人太甚，为追堵截，我军忍无可忍，被迫还击。对方是哪条船？海战详情臣已命济远舰管带方伯坚写明经过，请皇上容臣再奏。这方伯坚现在何处？人在北京。回皇上，何不召见方伯坚？回皇上，方伯坚官卑职小，不宜召见。海军的官阶高，他是什么前程？三品参将。四品以上都能召见，何况三品呢？嗯，传旨。皇上有旨，加演得胜还朝。皇上有旨，加演。你是方伯谦？是。我是军机处孙宇文，代你引荐。标下参见孙大人。大人，您看我该怎么说呀？上人见喜，懂吗？臣北洋海军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是你跟日本海军见阵了？是。方伯谦，你是如何大获全胜的？据实向皇上奏明。大获全胜？臣是这样大获全胜的。当时日本有三条军舰围攻臣舰济远，臣舰身中数创，兵员伤亡近半，臣还是杀出一条血路，边战边退，终于杀出了重围。这是胜利吗？那么敌舰呢？总不至于完好无恙吧？臣重创了敌人旗舰吉野，还打伤了浪速，据闻已经沉没了。好。回皇上，臣还亲眼看见吉野舰楼中弹，他们的舰队司令官性命难保啊。哼，这才是将士用命，天佑皇亲啊。啊，方伯谦，这回真让朕扬眉吐气了。皇上，臣以为有功应该必赏，方能激励三军。当然。啊！
远见管带方伯谦首战克敌制胜，击毙敌酋，击沉敌舰，着即晋升为副将，以总兵记名候补，赏巴特鲁封号，并赏穿黄马褂，亲子。中堂，日本军队突袭了崖山，快发电报给叶志昭，崖山若失，他连退路都没有了，死守崖山不得后退一寸。是啊，是不是要赶快奏明皇上？你说什么？奏明皇上？那也要得等过了庆寿这三天。这就是你们的开战理由？世界各国都会认为进攻崖山是日本挑衅。陛下会有合法的解释的。朕现在就要解释。比如说，是朝鲜政府要求日本军队驱逐崖山的清国军队。朝鲜要求了吗？朝鲜新政权会要求的。不是会，是事先要求，而且必须是朝鲜国王要求的。进攻崖山是7月29日，要求就是7月27日提出的。用什么方式提出的？向谁提出的？是谁做的决定？又是谁向军队下了命令？陛下请放心，一切手续都会补上的。尽快向各国宣布，否则无法下宣战诏书。是是。据驻朝鲜提督叶志超称，我大清军队歼敌斩首2000余，已经离开崖山转进平壤。他们伤亡有多大？全身而退。日本小鬼子也不过如此嘛。朕真想亲临前敌，看看我军将士的风采。战场的局面与某些大臣的估计完全两样，不知道是什么居心。这些都等打完仗再说，现在让他戴罪立功。皇上圣明，水上陆上两战皆胜，我军胜券已操，应该下诏宣战了。快你来看。臣已经拟就了。开宗明义，大义凛然。日本竟悍然增兵，朝廷只得天兵保护，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，趁我不备开炮轰击，伤我运船。该国不遵条约，不守公法，幸有比开，公论昭然，朕万不得已下诏宣战，量为天下臣民共知。天佑保全，建万世一系皇座之大日本帝国皇帝，昭示尔等忠实勇武之众，朕于今日对清宣战，望尔等迅速进军，恢复和平，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。好吧，朝廷向日本宣战了，
怪不得皇上答应的那么痛快，让阿爸提前回来了。养兵千日，南澳就要用上了。打得动南澳吗？这双方都有水师，仗要是打起来，谁管你南北啊？十年前的事儿忘了吗？红波叹苍然。